大家好，我是佳怡。现如今，糖尿病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中国患糖尿病人群正在持续增长着，这其中也有一部分非常年轻的人。而糖尿病也具有一定的遗传性，患上糖尿病后，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忌口。很多人则认为花生这种食物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这种说法正不正确呢？一王大娘故事。 今年五十六岁的王大娘就在上个月的体检中被确诊了糖尿病。事情是这个样子的：王大娘虽然年龄越来越大了，但是身体一直以来都还挺不错的，几乎没有什么疾病。但是前段时间，王大娘的身体却出现了一些令她非常在意的异常状况。王大娘是一位美食达人，经常自己烹饪一些美味的食物，尤其是甜点，王大娘非常擅长。 经常吃甜食导致王大娘的体重偏高，但是由于自己年龄已经比较大了，王大娘也没在意这些问题。可是就在最近，王大娘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反常。曾经王大娘居高不下的体重，最近一段时间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以前的七十公斤直接掉到了现在六十一公斤。 然而，在体重明显下降的背后，王大娘的食欲以及食量却没有降低，反而吃得更多，而且更爱吃了。这个反常现象令王大娘感到十分的纳闷。除此之外，王大娘的老伴注意到，王大娘最近饮水的频次明显比之前变高了。不仅饮水频率变高，饮水量大，与之相对的，王大娘去厕所的频次也变得异常的高。 最终无法忍受自己身体出现异常的王大娘，决定到医院进行体检。经过检查，医生排除了王大娘泌尿系统出现疾病的可能性，但是告诉王大娘，王大娘可能患了糖尿病。第二天早上，王大娘空腹到医院进行了血糖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王大娘的空腹血糖值为每升7.8毫摩尔。 超过了参考值三点九至六点一毫摩尔每升，最终根据王大娘的情况，医生将王大娘确诊为糖尿病。在得知自己被确诊为糖尿病之后，王大娘非常的震惊，她实在是搞不明白自己好好的身体怎么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在冷静下来之后，她突然想起来自己。 以前一位得了糖尿病的朋友告诉自己，吃花生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而王大娘平时也很喜欢吃花生。王大娘赶紧向医生询问，自己经常吃花生这个习惯是不是自己得糖尿病的原因。医生听了以后，示意王大娘坐下，慢慢说，因为要想找到病因，需要对患者的生活习惯进行细致的了解才行。 二花生跟糖尿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医生表示，很多人在确诊糖尿病之后都不敢再吃花生，甚至觉得花生是导致自己糖尿病发生的导火索。这些想法实际上是不够准确的。花生跟糖尿病的发生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而没有直接的联系。 为了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可能导致糖尿病发生的因素，然后再对比花生中的主要成分。导致二型糖尿病出现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遗传因素是最常见的因素之一。研究表明，直系亲属中有糖尿病的朋友患糖尿病的概率是要比正常人高上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 除此之外，数据统计表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里的肥胖指的是 BMI 超过25，这些朋友患糖尿病的概率要远高于体重控制的比较好的人，而且过高腰臀比的人患糖尿病的可能性也要更大。饮食习惯也是导致二型糖尿病最常见的因素之一。 通常，那些有高糖饮食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大大上升。近些年来，还有一些研究表明，糖尿病和饱和脂肪酸的过多摄入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接下来再聊一聊花生的主要成分。花生中最主要的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物质虽然和饱和脂肪酸的名字之间只差了一个字，但是这两种物质对人体的影响完全是相反的。饱和脂肪酸不仅被列为导致糖尿病发生的高危因素，而且跟各种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饱和脂肪酸正是导致动脉硬化、动脉中出现斑块的高危因素，而不饱和脂肪酸则可以通过改变血液中高密度的脂肪酸与低密度脂蛋白的比例，加快人体对胆固醇等脂类物质的代谢等途径，来降低血管中出现斑块以及粥样化病变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也被人们称为好的脂肪酸。 除此之外，花生中还含,含有一定的卵磷脂，这种物质可以被人体轻易的吸收。它不仅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而且还是一种非常好的生化溶剂。 胆固醇等脂类物质就非常容易溶解于卵磷脂之中，所以说食用花生对人体保持健康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花生是一种热量非常高的食物，一百克花生中含有三百一十三大卡的热量，这个含量是要大于很多同质量的食物中的热量的。 如果过多的食用花生，可能会导致人变得肥胖，而我们刚才说过，肥胖是导致糖尿病发生的因素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过量的食用花生，是可能导致人们肥胖，进而间接引发糖尿病的。 但是总的来说，只要食用花生的量合适，食用花生是不会成为糖尿病的导火索的。就算是已经得了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可以适量的食用花生的。医生同时指出，在饮食中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接下来要说的这几类食物。 三要想胰岛强壮，要尽量少吃这三种食物。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原因是人体中胰岛素的含量不足，这很可能和胰岛的功能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要想控制糖尿病的发展，改善胰岛功能是非常有必要的行为。要想改善胰岛的功能，一定要尽可能的远离以下几种食物：一、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 二型糖尿病患者患病的原因跟其身体胰岛素分泌不足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继续摄入糖分，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胰岛等器官的压力，导致糖尿病的情况恶化。 此外，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继续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血糖失控，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不仅可能会导致患者很多生理功能受损，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别的器官的正常工作。 二、淀粉过多的食物，很多人说起糖想到的就是葡萄糖、乳糖等。实际上，淀粉在进入了人体之后，也会被分解为葡萄糖。所以说，食用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血糖出现异常波动，胰岛功能受到影响。三、脂肪含量丰富的食物，在饮食中有一类常见的脂类物质叫做甘油三酯，这种物质不仅是动脉粥样。 化病变的罪魁祸首，而且它也可以被分解为葡萄糖，影响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并且损害患者的胰岛。动物的内脏、肥肉等食物中都含有甘油三酯。以上几种食物都是糖尿病患者需要在饮食中留意的食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糖尿病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的过程，需要患者在生活中注意多方面的细节。 四，除了饮食，糖尿病患者还应注意这些。医生在给王大娘介绍了糖尿病的饮食禁忌之后，还告诉王大娘，糖尿病病人要想控制病情，单靠饮食是不够的。在生活中，糖尿病患者还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要按照医生的要求用药。像王大娘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需要定期注射胰岛素。 来达到控制血糖的效果。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病人的不同病情，医生还会安排各种药物的服用。这些药物往往对控制病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患者应当按照医嘱坚持服用。除此之外，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也对控制糖尿病的恶化有着比较好的效果。 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可以提高人体对糖类物质的代谢水平，以此来起到一定的控制血糖的效果。但是对于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锻炼一定要选对方法，而且要注意坚持。 最后，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也是控制糖尿病的一种重要手段。糖尿病是一种代谢系统疾病，而不良的作息习惯则会严重影响人体循环代谢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工作，这对控制血糖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各位患者一定要保持良好的作息。 保证优质的睡眠。确诊糖尿病之后，一定要按照医生给自己制定的治疗方案，坚持进行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坚持花生脂肪高，热量高，吃了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花生是糖尿病的导火索。那么，花生是心血管疾病的祸根，还是营养佳品？一、花生到底是血管杀手？ 还是护卫？美国心脑血管专家针对七万两千三百多名平均年龄在四十五至七十五岁的人进行了为期十年的观察研究，结果显示，每天食用四五颗花生的人群，患有缺血性脑卒中疾病的风险降低百分之二十二点八，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百分之十三点五。 每天不吃花生的人群，患有缺血性脑卒中疾病的风险高达百分之五点六，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达百分之六点一。每天食用花生不计量的人群，患有缺血性脑卒中疾病的风险高达百分之九点八，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达百分之七点九。 这是因为花生不仅可以提供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而且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几乎不含有胆固醇。同时，它的表皮含有白藜芦醇这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所以长期食用花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稳定血压、血压、血糖，清除氧自由基，达到抗氧化的目的。 但想要花生促进血管健康，需要控制摄入量，可以选择每天吃四至五颗作为加餐，也可以选择代替部分主食，总量最好控制在二十克以内。二、花生是糖尿病的导火索，虽然吃花生好处很多，但任何食物都不能过量摄入，有患者就因为花生吃得过多。 导致身体不能消耗太多的热量，血糖开始飙升。其实，花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加快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代谢，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和血液粘度降低，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但是，花生的热量比平常食物的热量要高很多。 每一百克花生所含的热量为三百一十三千卡，经过炒制加工后产生的热量可以达到五百多千卡。如果患者每天花生摄入量超过二十克以上，体内的热量就会大幅度增加。如果身体不能充分消耗掉这些热量，容易导致肥胖的发生，而肥胖就会诱发糖尿病。 所以，可以准确地说，花生并不是直接导致食用者糖尿病的导火索，只是说过量食用花生容易导致肥胖，从而间接升高了患者得糖尿病的风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吃花生要把握适量原则。三、花生虽好，但不能贪吃。这四种人应尽量少吃：一、胃肠疾病患者。 比如像是胃溃疡、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疾病，此类患者多有慢性腹痛、腹泻或消化不良等症状，饮食上应少量多餐、清淡少油。而花生属坚果类，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过高，很难消化吸收，有上述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尽量少吃或不吃。二。 糖尿病或高血脂患者，对于血脂偏高的人来说，吃花生的时候应该控制好摄入量，因为花生当中含有一定的油脂，这些物质摄入过量的话，很容易导致血脂异常。因此，不想血脂持续升高或者出现并发症，一定要控制好花生的摄入量。临床要求糖尿病患者。 需控制每日摄入的总能量，每天的炒菜油不能超过三十克，而十八粒花生就相当于十克的食用油，能够产生九十千卡的热量。所以，要想血糖控制稳定，每天不要大量的食用花生。三、慢性肾病患者，蛋白质的代谢和吸收是通过肾脏来进行的。 而慢性肾病人群，他们的肾小球过滤功能减弱。如果慢性肾病患者本就出现了蛋白质代谢异常，在贪吃花生这个高蛋白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荷，继续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进而导致肾病的进展恶化。四，胆囊切除的患者，花生进入体内之后，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 会消耗大量的胆汁来分解。对于那些胆囊切除的人来说，由于胆汁分泌不足，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也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四，这两种花生吃法对血管健康最有益。尽管吃花生好处比较多，但也得讲究方式方法。首先，吃花生的时候不要去剥皮。 连着皮一块吃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表皮是含有白藜芦醇这种天然抗氧化物质的。其次，每天食用花生的数量最好控制在体重除以二这个范围之间。比如我的体重是六十公斤，那么除以二，每天食用三十粒是比较合理的。在诸多烹饪方式中，水煮通常是最佳的选择。研究发现。 煮花生中所含的化学物质，比鲜花生、干花生和烘烤花生多出四倍以上，且这些物质对相关疾病有一定预防作用。同时，醋泡花生也能尽量保留较多的营养，少量的食醋也可振奋食欲，强化对营养的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花生出现了霉斑，花生仁发软发黑。 千万不要吃了，这是因为发霉的花生里含有一类致癌物黄曲霉素。黄曲霉素要在二百八十摄氏度的高温以上才可能分解，但是，一般家庭的烹饪达不到这个温度，所以，如果花生发霉发黑了，建议直接扔掉。花生素来有长寿果的美誉，尤其是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联系颇多。 说它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对此陈先生却保持怀疑的态度。起因与他的母亲之前想要通过吃花生来达到预防心血管病的目的有关。原来，陈先生的母亲不知道在哪里听说花生对心血管有好处，于是每天出门和牌友打牌的时候，都会抓一把花生放在口袋。 想起的时候就吃，因为陈先生自己平时也挺喜欢吃的，所以看到母亲这样的举动，陈先生也没说太多。可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母亲在吃了大半个月花生后，不但血压没有降下来，反而因为疏忽吃药而导致血压上升了，甚至差点脑梗。对此，陈先生十分生气。 认为都是这些不实的谣言害了人。那么，花生与心血管健康之间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关系呢？相信很多喜欢吃花生的朋友对此都很好奇，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聊一聊花生与心血管之间的那些事。花生是心血管祸根，还是营养佳品？花生在血管方面是福是祸？ 一项基于日本公共卫生中心的研究给出了回答。该研究一共征集了七万四千七百九十三名年龄在四十五至七十四岁的志愿者，通过填写生活方式问卷的方式，了解这些志愿者的饮食要素，并通过食物频率问卷计算花生消费量，意在判断花生与中风。 缺血性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显示，在十四点八年的中卫随访期间，三千五百九十九人被发现中风，八百四十九人被发现缺血性心脏病，其中在排除了年龄、性别、抽烟、喝酒。 其他食物摄入等情况后，发现花生消费量最高与最低四分位数的多变量风险比，也就是说，食用花生越多，这些志愿者发生全中风、缺血性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于是，少油新概念被提了出来。一健康食用油排行榜，关于食用油也有自己的一个健康排行榜。 我们平日里吃的各种食用油，其含有的营养物质高低不同。如果要从中排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你们觉得哪种油能独占鳌头呢？山茶油、橄榄油属于第一梯队，这两种油推荐大家经常食用，除了价格贵，没别的毛病。油中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 对心脑血管有积极作用，而且这两种油都不需要高温烹饪，最大限度留下营养。不过，两种油对比起来，还是橄榄油比较的人心。山茶油自带一股浓郁的气味，有些人不喜欢，认为茶油会抢了其他食材的味道。而橄榄油的味道温和清香，适合与蔬果沙拉、三文鱼等健康食材搭配。 凉拌菜中常常用到橄榄油，让蔬菜变得润滑。葵花籽油、玉米油属于第二梯队，由葵花籽和玉米这两种谷物压榨出来的油，留下了谷物原有的营养。其中，葵花籽油更优于玉米油，因为葵花籽本身就是优质坚果，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亚油酸。从味道上来说， 两种油都可以用来高温烹饪、炒菜、做饭、炖汤，都可以加入少量葵花籽油和玉米油，是中国人比较青睐的油类，用处比较广泛，但不适宜用来凉拌菜，会有比较涩口的口感。花生油、大豆油属于第三梯队，这两种油是超市里最常见到的油类，价格不高，适合普通家庭使用。 其中，花生油优于大豆油，更适合拿来煎、炒、烹、炸。花生油的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比大豆油高。再给大家介绍两款油类，平时很难见到，甚至有好多人听都没听说过的油类。一种是鳄梨油，一种是红花籽油。鳄梨也就是牛油果，其实油分很大。 鳄梨油的好处在于它的高烟点和中性风味。和橄榄油相比，鳄梨油更适合用来炒菜、油炸等高温烹饪，而且其风味会有点牛油带来的荤香。红花籽油是国外厨师们高温烹饪蔬菜或是烤肉的时候会选择的一种油，它的烟点达到二百六十六摄氏度。 因此，在高温烹饪的时候，红花籽油不会被分解，不会产生有害物质。烤肉、炒菜需要的油温都很高，红花籽油的高烟点正符合要求。另外，椰子油也是一种很多人没接触过的油类。有一段时间，椰子油被称为健康食品。椰子油最常用在冰淇淋脆壳上。 你们吃过巧克力脆壳冰淇淋吗？那层巧克力脆壳就是椰子油做的。椰子油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健康，它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但也更容易发胖。等于说，椰子油是一种高风险的油，虽然对健康有益，但又会让人发胖。而且，椰子油一定要经过加工，不能直接当成食用油炒菜。 味道会很奇妙的。二，日常摄入食用油，两点食用事项还请注意：一，根据烹饪温度选油。食用油好不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就是烟点。烟点越高的油，能够承受的温度也就越高，越不容易产生剧烈氧化所形成的有毒物质。 而不同的烹饪方式，温度不同，选择的食用油也要有所不同，这样才能避免对身体造成损伤。橄榄油烟点最低，更适合调制凉菜或沙拉；而爆炒、油炸之类的高温烹饪方式，自然是烟点最高的花生油、大豆油更加适合。二，用煎炸过的油炒菜，煎炸的过程中耗油比较多。 因此，很多家庭都会把油保存起来，用于炒菜二次使用。这样的做法虽然节约，但在煎炸过程中，油经过高温加热会产生较多的有害物质。若继续爆炒烹饪，不利于身体健康。当然，煎炸过一次的油不想浪费，采用温和的烹饪方式，合理又健康的节约食材才是最正确的方式。 三，怎么吃油才健康？但是油摄入太多会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那么，怎么吃油才健康？一，油脂摄入量小测试。以下这些行为你常做吗？喜欢吃连肥带瘦的肉菜，每周吃各种油炸、干煸、干锅、干烧、红烧类菜肴的频次高于三次。 每周吃肉馅类食品的频次高于三次，每周吃加油主食的频次高于三次。烹调时习惯于放比较多的油，菜盘子上总是汪着油。喜欢吃肉肠、香肠、烤肠、烤羊肉串之类东西。喜欢用奶酪、黄油和稀奶油制作美食。喜欢油炸方便面、速冻饺子之类速食品。 很喜欢吃沙拉酱拌的蔬菜，以及加沙拉酱的饭卷和三明治。喜欢喝浓白色的汤，觉得特别滋补，每餐喝两碗。喜欢用有大量浮油的骨头汤、肉汤或者涮锅汤来煮蔬菜。喜欢吃花生酱、巧克力酱、甜巧克力、白巧克力之类的食物。每周吃饼干、曲奇、薯片、锅巴。 派之类高脂肪零食的频次高于三次，特别喜欢吃各种点心、面包、奶油面包、起酥面包、比萨饼等，喜欢吃坚果，一吃就停不下来。打豆浆时经常放很多核桃、花生等，然后当水喝。很喜欢喝加糖加奶的咖啡饮品，一杯又一杯。喜欢冰淇淋、慕斯、咖啡奶冻。 水果、奶冻之类的含脂肪甜点，如果常有以上习惯，你的油脂摄入量八成超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健康成人每人每天烹调用油量不超过二十五至三十克。想要控制油脂的摄入，就要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二、做菜少油的七个绝招，注意食材上。 鱼肉类与青菜类搭配，烹饪上红烧、煎炸等油大的方式，和蒸煮等油少的方式搭配。素菜用好佐料，建议在烹调素菜时少用油，可借用鸡汤、蚝油等比较浓郁鲜美的佐料调味。吸油菜先蒸或干炒，茄子等非常吸油的菜，为了避免吃油过多。 可以在做烧茄子前先蒸一下，或者先不放油干炒一下，等茄子中的水分被炒掉，茄子变软，再用油。肉类先腌会儿再炒，可以通过提前腌制食材，达到提香入味的效果。这样炒菜时，即使放很少油也会很香。用焯水代替过油，可以把过油改成焯水。 用沸水的温度把肉快速烫熟，然后加入青菜炒一下即可。因为肉类本身富含脂肪，只要加热迅速，口感就很好。而且焯水后，食材表面有一层水，隔绝油的渗入，菜会清爽很多。五花肉先煸炒，对于五花肉、肥牛等油脂含量较高的肉类。 可以下锅先煸炒两三分钟，使肉里的油充分析出，再加入其他食材进行翻炒。装盘前先控油，炒好的菜不要急于出锅，把锅斜放两三分钟，让菜里的油流出来再装盘。二、避开二大误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油，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下面的误区你做过没？误区一。 煎炸过的油可以用来炒菜，很多人会用炸过食物的油来炒菜，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因为油经过高温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油脂氧化产物。如果真的想二次利用，就要避免再次加热到冒油烟。误区二，无论怎样烹调，都用同一种油，不同油的耐热性不一样，过高温度的烹调。 会加速致癌物产生。正确做法：煎炸应该用最耐热的棕榈油、椰子油、黄油、牛油、猪油等；炒菜应该用耐热性较好的花生油、米糠油、茶籽油、精炼橄榄油、葵花籽油、大豆油等；做汤、凉拌应该用耐热性差的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核桃油。 未精炼的初榨橄榄油等。